原来好多观众都想知道我哋喺韩国嘅 Daiso 会买啲乜嘢，今集就会为大家分享超过20款我哋喜欢嘅韩国制 Daiso 产品。韩国制嘅韩服利是封真系好可爱啊！一套有两个，1000won，仲有其他款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呢一啲咧唔系成日出噶，系新年之前先会出，咁所以咧见到一定要买，好快会卖晒噶。指甲油1分钟就干噶啦，呢一个2000won。呢个色几靓，仲有呢一个神器。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呢就是搽在个盖那里，咁呢即刻呢就会好像多返好多头发咁样的。一个是非常好。一个我有用过，佢有黑色同埋啡色，好好用的。一个但是又是洗完就是冇的啦。一个洗头用完之后，你洗完之后佢就会甩的啦，好容易甩的啫。一个呢女士一定要买，男仔都用得嘅，不過一個咧係咧 fix 啲頭髮咧，而家好興，韓國好興。咁一個咧只係3000won啫，一個係韓國做嘅。咁然之後咧，仲有依一個都好好嘅。依一個咧，如果你有啲少少白頭髮啦，咁你又未去染色咧，咁一個咧就係咧一次性嘅，你搽上去之後咧，你洗完頭之後就冇咗噶啦，就會甩色噶啦。咁呢個都幾好嘅，依一個係啡色啦，同埋有黑色咯，經濟實惠啊！依一個。咁仲有咧，凡士林依一個咧係韓國製嘅唇膏咧。如果嚟韓國咧，係全年都需要，因為好乾嘅佢哋。呢個係 Made in Korea。凡士林唇膏，咁另外咧，依一个咧，亦都系咧必须要买。依一个咧，我系用咗，我嚟咗十几年韩国，我系用足咁耐咯，系非常之好。依个系德国嘅牌子，依一个咧就系咧户外嘅时候咧用嘅一个好似 mask 咁嘅嘢咯，防晒。依一个咧都系。韓國製好多韓國人咧，去行山啊嘅時候咧，或者去打 golf 嘅時候就會貼依、這個，好似個 mask 咁。絲襪，一個都係。呢一啲壓縮袋咧，可以將啲皮啦。壓縮咗，然之後收納咯。咁依一個咧，我哋有用過，依一個都係韓國製嘅。呢個係可以壓縮啲衫啦。呢一個用嚟擦背，呢個係超正，一定要買。韓國嘅 original 色塊。color original color， 一个系清洗污渍嘅，一个品牌系韩国制嘅。咁如果想要平啲，嗰、那个1000won啦，咁呢个系1000won，咁一个就系中国制。依一个啦，依一个咧就系佢用咗天然成分咧。用了这个天然成分去做的一些胶袋咯，有没有不同的 size 呢？这个都是呢韩国制，我自己挺喜欢这一个的。我自己呢买过这一个呢去旅行用呢，非常好啊，它有齐晒所有的东西的。那有冲凉的啦，然后有面霜啦， cleansing foam 啦，toner 啦 ，lotion 啦，然之后洗头水啦，护发素啦 ，healing pad 啦，带一个咧已经可以两日一夜嗰啲 trip 可以用呢、这个。
冇味嘅，佢主要入邊嗰啲冇香料成分。呢個有三個味嘅，一個我中意用，因為佢係一個番簡嚟嘅，一張張嘅紙嘅番簡咯。去旅行啊或者出街用咧，一個好方便嘅。咁佢有15塊嘅，1000 won咩 Korea？ 有三個味道：薰衣草啦、茉莉花味啦，同埋玫瑰。如果見到要買呢、這個。这个、呢個就是鞋的除臭劑 BB powder， 这都是 Mint Korea 防水的噴霧，類似這樣的東西我在日本看過呢，成100元港幣，那這裡是2000 won 而已。那鞋啦可以噴啦，衣服可以噴啦，那加上個防水下去，这个呢是 Made in Korea 的。这对这些保鲜盒呢全部都是韩国制的。一个呢很好的，我们家都有用的。一个呢是装饭咯。那呢煮了饭呢放下去，那就每一次拿一盒出来就可以吃。然后呢还有一个。一个呢就是呢做三角饭团，韩国的三角饭团。一个帽呢1000 won有两个，咁一个呢都系 Made in Korea 咯，一个要买。咁呢仲有系正方形，睇到啊，一吸落去呢，然之后摆个紫菜喺底就可以做到咯。一个都系 Made in Korea。我屋企呢就用緊呢一个，呢一个呢有咩好处呢？一个呢就系呢佢可以呢企喺度。咁就唔会掂到嗰个台面。呢一个呢係不凡嘅壳啦，呢一个呢都系 Made in Korea 㗎。你见到啦，有个兔仔㗎，有两个色。咁如果唔鍾意动物嗰啲款呢，可以呢揀一啲 simple 嘅，咁佢一样有，佢有两个。都是1000 won，这个都是 Made in Korea 的。这些蛋糕帽挺可爱，你们看看，都是韩国制造的。还有一样东西你们应该估不到的，就是韩国制的拉面直冲汤包。还有一个你们在韩国街头经常都会吃到的鹅丁汤包，淨係飲個湯都好正。然之後呢仲有一個豬骨即衝湯包。啊，我仲需要買曱甴嘅湯袋。韓國人呢都好注重牙齒嘅保養嘅，所以呢韓國製嘅牙縫刷呢款式都有好多，又平又好用，如果有需要呢不妨試一試。同埋咧，依一度咧都可以買到渠口嘅排水過濾貼。點樣用呢？就睇翻後邊，佢有圖咧可以教你點樣用噶。嚟韓國之前咧，大家首先要睇下屋企個排水口嘅尺寸，咁咧就唔會買錯啦。最後呢就是手機貼，這些呢都是韓國製造的，如果有需要呢可以買來試一下，都挺好用。今集的個人分享就到這裡，如果有需要的呢分享給你的朋友，還有幫忙訂閱和按讚。